被打到这个都不重要。好，他进去，进去。我躲他进去的时候就是挂啦。OK， 安诺。古墓开大。哦。你就把大家给爱死，无奈同学。Hello， 各位，欢迎收看《传说的这把老板卷》，就是这把，我们今天来抓人吧。有哦，越念越快哦，越念越糊哦。好的，首先第一位，哇，第一个人呢，来报名就直接写说怎么抢到的。OK， 你的画质呢，跟这个我戴我阿公的眼镜差不多哈、哦，来看一下，基本上快要看不到了，快看不到了。OK， 哦，这时候一个慢动作， 0.5 倍速，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？再一次，砍到。中路也没怎么样，终结掉 ，OK， 蹦，死掉了。哼，你说这个吧，关键抢夺魔龙有一个可能，他可能在死亡诅咒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他有在死亡诅咒吗？我仔细看一下，慢动作 ，OK， 来，他被打到这个都不重要。好，他进去，进去，我躲他进去的时候就是挂啦。哪里来的东西？进去了，他进去这一瞬间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。OK， 现在3775滴进去，他死了，掉了也没有办法下制裁。应该也没有死亡诅咒才对，他什么招都还没放到啊，他就这样进去了，进去就啊，对啊，他没什么招都没放到，进去没了，挂了，很明显是道风池的。现在请给我。名侦探柯北的音乐，真相只有一个，请听我好好的分析。我个人认为呢，这就是所谓的暗影军团。暗影军团，他应该是暗影金主。暗影君主，你知道吗？他召唤了暗影军团，这些幽灵呐、啊，哦，这些幽灵呐、啊，其实是这个纳克罗斯带着这些暗影君主，有没有？然后打到这一个，然后所以其实你们正常人，你们的眼睛你们是看不到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叔叔超高科技眼镜，超高科技眼镜，现在只要买这副眼镜呢，价值9999万啊、哦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帮你直接把那个 W 给去掉，9999块，按那个后哦，如果有需要，欢迎拨打下列的电话。0800000000，你也看得通，我叫叫你阿公啊！我不知道、欸，我觉得是显示 bug， 我觉得是显示 bug 吗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知道，因为显示是说他知道了。等一下，各位，我发现一个东西，我突然想到一个，如果是右边吃到的话，右边的经济会跳。好，来，肯定是他知道的啊，真的是右边吃到哎，跳500块，因为他是团体经济。哒啦啦啦啦啦，因为那个音乐不能用太长，哒啦啦啦啦，只好我自己来配。我个人觉得应该是，我不知道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好不好？能够把这个这桩悬案破解的人，就只有荧幕前面的你了。欢迎在下方留言。
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叔叔不知道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谢谢。下面一位，好的，再来这位，不知道该上传到哪里了。他一开始的画面呢，直接放在这里，好，什么都没有播放，很可惜。我们直接上面，上次叔叔说过了，这边应该有一个 Gary Gary 哦之类的，或是呢，叔叔的这个音乐听叔叔音也不错，但是你都没有放，所以拜拜，下面一位，继续看看，好，来看一下。就这个大便奥利给超臭，取名字可以再没有水准一点。OK， 安诺，我们开的，哦，那个听众把大家给爱死，我们是故意给他推，故意给他拉的，不要再翻了，不要再翻了。好，那么往后翻，自己去死。这个要说古墓用的好呢，还是这个营造？不知道了，你们那个下标题的下错了。如果是叔叔的话呢，我就会把它写成最佳第六。阿姨，阿姨啊，阿姨啊，我。原本是想说什么大便奥利给超臭，应该会搞笑。结果呢，还是没办法，好不好？阿姨，阿姨，以后我在想啊，阿姨，你以后还是就是贵你也是一尊的不？你就来跟我们拜个亲家啊，就这样子，给个红，给这个弟弟一个红包哦，这样子就够了。那游戏你可以先放下，没有关系啊。游戏交给我处理，来去下面一位。好，等一下，各位又有一个悬案啊！我为何会死掉呢？挺悬的呢。这个是超派铁拳猫下去吗？这样没事。好。啊，这是东山东啊，东哎、欸、没事。OK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前面在什么意思？我在看你耶，看起来应该是超派铁拳猫下去了啦，因为一直都是 take 的、啊。OK， 走啊，哦，会不会电死？他带电的，啊，超派铁拳猫下去，你是说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死掉，是不是？我先跟你说，小东，对不起，我先跟你说，主持人感冒，请各位多包涵，好不好？不要害我笑出来，我笑出来，我胸腔会痛。主持人跟各位说，超派铁拳猫下去，同学，你之所以会死掉呢，是因为对方吃了魔神凯撒。所以他有电，就是呢，如果活着的人、哦、他们那一方吃到了凯撒，所有活着的人，他们那一方活着的人队友就会拥有这一个电，这个电是打一个真伤的。所以呢，这个、因为左边吃到了嘛，对不对？左边吃到了，很明显的左边吃到了，所以呢，这一只艾瑞他会有这个电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？你其实从头到尾你一直被他电，有没有看到？有个电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啊！你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你被电一下！有没有看到？五宝，又垮掉吧？有没有看到？连这个小兵也被电了！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最后面那个他范围的那个什么小兵啊、人啊，他都会电！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小兵也被电了！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个电，就是这个电，啊，就是这个电，啊，电，有没有看到你的血？然后电又被电一次，然后再被电一次啊！电，超派铁拳猫下去，同学，我帮你让血案下一回。当未来 AI 在打游戏 ，OK， 无奈同学，有人能比你，有人能比我还菜吗？
我把你这个希望回来。没有。等一下，这个 AI， 这个 AI 倒退了100年。这个是这是怎样？这个是这款游戏刚出的时候那个电脑吧？哦，这应该是这款游戏刚出的时候那种电脑会打出来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各种延迟，内建延迟3秒这样子，不太可能，这不太可能。OK， 继续下面问。OK， 大招多了好多下呢，七二这个大绝不是改了吗？没改啊？还是这跟最近比赛也有关系？我记得最近比赛那个什么赞尼尔好像也有 bug， 好像就被改掉了，就是被暂停使用 auto ban auto ban。好运，害我不能看，害我不能看麦战。这样总共用了几下？我记得七尔的大绝好像刮5下嘛，对不对？没记错的话，我看一下。刮5下吗？1、2、3、4，应该是啊。1、2、3、4，对，刮5下。我看一下，你刮了几下？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啊，是我算数有问题还是怎样？他应该要抓个整数，还是我算数有问题？是不是我算数有问题？因为他这边突然加速了一下，再次注意机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，应该是有10次啊，应该是有10次啊。我记得有改，有改吗？没改，有改没改？不，没改，不知道。有改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小编，不好意思，我笑出来哦，这是我们工作人员打的。好，他说他笑出来。好，哦，哎，好呀，弄别啦。啊哟！哇靠！神仙对决，哇 ！God damn it！ 学生社长啊，老板今晚一局，我就说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